你好，李老师。你好，朋友们。我是 Yuga。今天我想说一个发生在一个周末的小故事。一个周末，我去了我的华人朋友的家，他在双溪大年吉达。我坐船和火车去了哪儿？双溪大年是一个小城镇。我在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两夜。第一天，我的朋友的妈妈把我们带到一家中国餐馆，在哪儿我们吃了美味的排骨和炸螳螂虾。我朋友的妈妈制作和卖甜点来卖，她为我们做了美味可口实在半蓝的汤圆和包子。我还和我朋友的妈妈练习了口语，她非常支持我，甚至还叫了我七个城市。第二天，我的朋友开车带我到一个叫 Riverfront 的地方，在哪儿我去自己理了个新发，然后我们去了 The Grass 吃芒果喝果冻甜点。下午我们去了一个小的楼下单位，我漫游联系了中文，忘记了如何说正确的马来语。当我电查时，我发现我电错了，来看看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是恩地美玉店，你们的很漂亮的服务员。来，人菜，你要喝什么？您好，安迪美优家。对呀，你是最漂亮的服务员。给我一杯，给我一杯 Deo Ice Panas 一杯啊，谢谢你。哈 ，Deo Ice Panas， 你要热的还是凉的？哦哦哦，对不起，安迪美优家，我要一杯。热凉的，对的，热凉的。啊，这个孩子听不懂华语，听不懂马来文。哎，我觉得你要温暖的，对吗？温暖的，啊。哦哦啊，对对对对，温暖的，温暖的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安迪。哈，好的，很麻烦的孩子。唉，晚上来呢，我们去了 Summerlin 的著名的沙爹餐厅，我最喜欢沙爹，一根沙爹只花了6毛钱，沙爹很便宜，也很好吃。最后一天，我朋友的妈妈载我们回校园，前卫。我们准备了午餐，我们一回来就睡了很久，因为从早上开始吃了那么多东西，我们都很饱。谢谢你们聆听我的小故事，谢谢李老师，新年快乐，大吉大利，年年有余。